在昨天的蓝白和会谈之后，这二零二四的大选会不会变回蓝绿对决？时间交给凯中。 蓝白和鼎立之后呢，要一起对战绿营的赖清德，那这难道等于另类的蓝绿对决吗？资深媒体人石板明夫就认为说，因为蓝白协商的这个规则呢，其实对侯友谊是非常有利的，所以呢，如果不出意外，明年一月的选举将再次会成为民进党对这个国民党的蓝绿对决。那石板明夫更说了，这场选举走到今天呢，对岸始终是一张看不见的大手，透过各种的手段对在野阵营是施加。 影响，最后成功借壳上市，掌握了菲律宾的主导权。 直言说，赖清德其实真正要提防的对手不是侯友谊，而是对岸的习近平。那为什么呢？石板明夫就分析说，这一次蓝白整合之后，郭台铭也有很可能会顺水推舟，就是直接退出选举了。但是他的团队恐怕会进入再演联合候选人的竞选总部，认为到时候呢，这个表面上可能拥有这个本土色彩的，像是侯友谊跟柯文哲，那虽然被抬到了轿子上，但他们其实下面。 的这个团队将被统派跟亲中派来架空。而在蓝白谈和之际，美国总统拜登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也登场了。两个人是会谈了两个多小时。那就有美国的官员透露，拜登要求中国来尊重台湾的选举。那习近平则是否认对台湾采取任何的军事行动的计划。不过学者分析，台湾对这次拜习会呢是不得不关注，更呼吁要。 要认真思考他们两个人谈到的台湾议题，因为为何美国会有中国干预台湾大选的这个顾虑呢？因为中国的那双借选的手，其实随着投票日逼近，是已经不避讳的使出了各种的手段。 那如果结果真的成真，那下架的就不只是这个本土政权了，还有民主价值、国际联结以及主权的认同，都将有可能被迫下架的可能。那最后得利的一方只有中共，所以认为台湾不得不防。